我的 email。在这个网络资讯爆炸、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的时代，记住，要 email 账号绝对比要电话来得有用，因为 email 账号可以透露出来的讯息，绝对比那十个数字能给你的还要多更多。是行销专员，公司的地址是南京东路345号。不要在团购网站上面买了7000的蛋糕，哪一家店查一下。目标 FB 也找到了，生日是19798月25，处女座 A 型。上面还写说他上次 MC 来是上个礼拜。我发现目标的部落格了，最新的日记分享呢，写的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是《甜蜜蜜》和《真爱跳日子》。剧组回来。另外找到目标的家庭状况是单亲家庭，只有一位父亲，是动物学教授，叫李远。李远。好熟啊，你是说主持动物节目的那个李远教授吗？嗯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天助我也啊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他的忠实观众啊？嘿，小龟，之后攀关系就容易了啊。我叫白宗佑，今年32岁。爱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爱情这东西真的很麻烦。但是在开始麻烦之前，总是会有那么一段短暂的快乐。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认为我是个花心的人，只是比起谈恋爱这件事情，我更乐于收集这样的快乐。要搞定女人，除了要有周详的计划之外，更重要的是，就是要请你找到一个，甚至是很多个值得信赖的战友。喂，目标出现，喂，看一下。OK， 好。Go。因为在这个花花世界里打滚，其实就像身处在战场一样。总是需要多双眼睛帮你看着背后，必要时帮你出车出人出不在场证明，甚至出假病历。他叫你放手，你没听懂？互相支援掩护，一同追求美好的夜晚。男人的革命情感就是这么一回事，所以请你一定要记得，在追女生之前，请你先学会善待好你的兄弟们。哎，每个人都有，你来，谢谢他。毕竟，在这个残酷的爱情战场上，没有战友就没有女人。而当你的绝佳战友为你开路之后，请不要先急的行动，而是要先停下来，花点耐心，做好收集资讯的功课。你看。在放烟火，是，好漂亮哦。对呀、啊。我的 email。在这个网络资讯爆炸、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机的时代，记住，要 email 账号绝对比要电话来得有用，因为 email 账号可以透露出来的讯息，绝对比那十个数字能给你的还要多更多。是行销专员，公司的地址是南京东路345号。不要在团购网站上面买了7000的蛋糕，哪一家店查一下。目标 FB 也找到了，生日是19798月25，处女座 A 型。上面还写说他上次 MC 来是上个礼拜。我发现目标的部落格了，最新的日记分享呢，写的是他最喜欢的电影是《甜蜜蜜》和《真爱跳日子》。剧组回来。另外找到目标的家庭状况是单亲家庭，只有一位父亲，是动物学教授，叫李远。李远。好熟啊，你是说
主持动物节目的那个李远教授吗？嗯，没错，就是他。真的假的？哇，天之我也啊！你们知不知道我是他的忠实观众啊？嘿，小龟，之后攀关系就容易了啊。谢谢。对了，你喜欢看什么电影？更重要的是，这些讯息将会神不知鬼不觉的成为专属于你和他之间的小默契。还有一部之前的叫做……哦 ，One Day，One Day 我也很喜欢，我很欣赏。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当中，可能一开始就在等待，而这些小默契，往往就是让你带他一起共度美好夜晚的关键。只要你拥有绝佳的战友跟好好收集情资，搞定女人其实一点都不难，只是百密总有一疏，有时候难免还是会发生一点点小意外。千万不要误会，我是真的很喜欢你，而且就是因为太喜欢了。谢谢你这么尊重我。你是猪头吗？保险套这么重要的东西，你怎么忘记带？这时的我，怎样都没有想到，这样的一个小意外，到最后，竟然会演变成如此大的灾难。可能是他，可是那个背影明明就是他。到底是不是啊？就算真的是他好了，也不代表什么啊。那个女生也许是他的朋友啊。没错，一定是他朋友。可是他不是说了重要的事吗？派瑞斯波玛出新书了，这种男人叫渣男。渣男？所谓的渣男，顾名思义就是烂到掉渣的男人，是一种活在自己建构的世界中的生物，没有道德规范，通常男女关系混乱，活着的目标只有三件事：骗女人、伤女人以及睡女人。怎么有这么烂的人啊？要是我身边有这样的人，我一定把他给……白先生为了制造让女生心动的环境，不惜投入重金安排临时演员，做出偶像剧般的第一次相遇场景，甚至制造出浪漫的桥段，例如车抛锚的公路上高空绽放灿烂烟火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是巧合，是巧合。案例B，渣男阿宗。
利用工作为由，制造让两人可以自然增加相处机会的场合，借机让女生上钩，用下流的预设眼线为她制造出完美深情的形象。通常她的眼线会很不经意的让你知道，阿宗是个对前女友无比深情却惨遭抛弃的可怜男人，但其实现实中他才是那个抛弃一对前女友的渣男。可能吧，一定是我太敏感，都说是案例了吧，不是同一个人。案例 C，渣男三号 Mr. Yo。 通常只要 email 不要电话号码，是因为 email 前面的账号可以从网络上搜寻到关于目标猎物的所有一切，不管是工作、兴趣，甚至是所有喜好的缘故，方便渣男做好功课，好在日后相处中带出共同话题，甚至营造出一种明明才见过几次面，两个人却仿佛相识一辈子一样的小默契。案例 A， 白先生；案例 B， 阿宗；案例 C， Mr. Yo， 白宗耀。